大家好，真的好久不见啊！我是超级想念大家的嘟嘟鸭。吸血怪物这个系列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趁着胡旋武新皮肤的上线，嘟嘟鸭也是再次回到大家的身边了。请大家把爷青回打在公屏上，好吧？兄弟们，让我们黑爷了好吗？其实这次遇见胡旋的上线，让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作为貂蝉的第六款皮肤，同时也是敦煌皮肤系列的第三款，这款皮肤继续继承了以前敦煌系列皮肤的传统，同时再一次让狼狗流下了羡慕的眼泪。不过从文化角度上来说，大家可能对胡旋武这个皮肤原型没有太多的认识。其实在之前，嘟嘟鸭对于胡旋武三个字也是陌生的，毕竟作为一名纯正的理科生，嘟嘟鸭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艺术方面的确是知之甚少。但一年前我在 CCTV3 的国家宝藏节目里有幸欣赏到胡旋武的真正姿彩时，我便深深着了迷啊。不过我迷的是舞蹈，可不是这两个漂亮小姐姐啊。这次貂蝉的皮肤便是源自这支来自西域与盛唐风靡一时的舞蹈胡旋舞。在莫高窟20窟药师七佛的壁画中，下面四位翩翩起舞的舞女是否现在看起来有些熟悉？其实这次貂蝉的出场动画中，这几个定格的动作便是借鉴于20窟中初唐年间绘制的胡旋舞壁画。正如白居易诗中所写的那样，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舟无一失。而貂蝉的皮肤特效几乎也是完美的诠释了胡旋舞，一技能的莲花鼓伴随着飘带，同时脱尾有风沙消散特效，二技能则是经典的敦煌乐器琵琶、羯鼓、箜篌，大招是一朵很大的虚空的洞笑蓝莲花，四周有飘带环绕，化朵飞扬，回城是经典的胡旋起舞动作，貂蝉站在小圆毯上，在方寸之地摆出无数姿势，并围绕各种乐器。这次的皮肤也没有忘记致敬之前的敦煌皮肤啊，你看这二技能的琵琶和回城时的小鹿，是不是就想起什么了呢？不过啊，很多人说这次的遇见胡旋特效做的是不够华丽、不够出彩的。我倒是觉得，正是这种黄秃秃的效果，才是壁画。